进入了这个牢房，你就出不去了啊！到7000五行满足欲啊！哎，刘杰，我选个四号影魔怎么样？我就一起选个银甲，然后你踩他们，好厉害！我跟你说。可以啊。对，以后 SS 你就跟牛杰一路保他啊，把他保得肥肥的。绝活 TK 影魔啊，把他保肥肥肥的。哦，就是我发现了。事儿了呀 ，SS 没完事了。那这哥们儿一个打我们俩吗？不会啊，等我把野风发现，没那么厉害了。啊，我在坐牢，峰哥。哎，不是你的问题吗？不是你的问题吗？你送个一血，不是你的问题吗？我再说一遍。SS还有一手绝活 TK 可以帮你 ，TK 更厉害。我们随便打，现在我们优势不减肥。这个水人被我放弃了。啊、这 SS 干嘛的？1000分选手都被你。这 SS 哪来的？别急，冲！你包这里，我包这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乱送啊！我们虚空掉线的没人在这里。我来了！啊！啊！上了就老，不可上了就老。没事，我习惯了，忙不了了啊！来了个帝王把我们干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去混吗？中路。对了，我去中路混，刘杰就一个人了。没事，我一个人。我一个人扛下所有，完了，他有大吗？刘杰？有大，大的美女就把你杀了，他还想杀你？这啥？这班就是贴在中心的没？我们这班只要填好这个贴，我们就赢了。我明白。要把这个贴填舒服了，我们就赢了。峰哥，你刚那个什么意思？峰哥，你有话要吗？你要说吗？峰哥，你说一下。别把对面养太肥啊！我知道。哎，刘杰，我要死了，刘杰。我的局级更上啊！什么被动？没骗人吧？12分钟还没摸过枪，给他两个一炮，他就闪失了，哎，刘杰，我说话就闪，你这儿给他送了。好的。不是，你不说，他有闪失了，你怎么没死了？就这样，我他妈在水里面，他怎么追得上我？他你妈闪失你，你跑不动的。哎，你这个逼有问题，有闪失你不说，我看你这么装逼，我也想装一下逼。干！不追啊！不过还没有死，不过追啊！我的风，阿风！我他妈的刚才在杀拍拍。摇踹了，摇踹了，不过这么大摇踹了。人风陷阱。被 boom 了。boom 你！好的。不过输出，不过可以原地打输出。峰哥不怕，你死不了，你不怕，你死不了，你不可能死。峰哥，你这个血量一级大，我绝对死不了。你别怕呀！哎呀！急啥呀？他跑得掉吗？你告诉我，他跑得掉吗？他跑得掉？不是，就在观赏程度来看，就是刚刚你不跑，顶着堕魔去追，你的直播间就是哇，顶着堕魔杀人，我操，好帅！但是你跑就是怂了，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个叫轻小兵兄弟，等 CD。没了我，谁来守护圣堂？到点了，兄弟们。冷却住。我明白了。他们兄没对呀、啊，他没对，他们兄没对呀、啊，这虚空冷呢？他们兄没对呀、啊，虚空大呀、啊。我他妈的，活活被打死了。他怎么不大度啊？这逼！我操！这虚空他妈很好看呗，虚空，峰哥你也得看呗，峰哥，好不好看？完了，一个打不，完了。老子要被杜姆兄弟，那杜姆不上来，他不大杜姆赢不了团的。会让人丧命。哎，他们没赢过是吧？我翻活了，翻活了，说一下。啊。哎，带不动，没办法，带不动啊。